评审老师好，还有现场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长荣大学的宇君。那今天要带来的歌是魏如萱的《娘娘》，谢谢。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。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
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失误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谢谢。